是不是受委屈？我没受委屈。你是不是和老板吵架了？你知道为什么吧？ 那你有没有不良反应？有没有生我气啊？我完全没有，我只是怕你受委屈。对不起，我没保护好你。 你这句话有两处 bug。一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；二，从今往后都是我来保护你。 妙妙，你刚才不是说要带我消遣吗？去哪儿？我想好好发泄一下。